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，这个2014年8月5号的这个希尔森加倍200%提升。哦，从下午的1:30到23:59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抽卡的状况。当然，大家都希望是能够抽到妲己之类的，哦，白金，哦，这个起头还不错，鸭子，呵呵，哦，我已经好几只鸭了，还在鸭，哦，通常白金连发这个，我们就是。一直抽啦，给我基友干嘛？阿涅西，我是要妲己啊！哦，白金连发，3连发咯。叮，给我这一只弱色，为什么没有稀有嘞？现在就是无心流哦，哦，基本上目前看到的卡片都是属于重复的一个现象。哦，第五抽了哈，果然。他是不是弄错了？弄到北欧神加倍了。哦，终于变银卡了。哼，一等。目前是属于有一点麻痹的感觉。我们放稀有神当代表，不知道会不会抽到稀有神。欸，这次是怎样来乱的日子啊？我已经火妹了，你还来在这边乱？来吧，哎，好，这只算比较像样一点的，虽然我已经有了，可是这只基本上两只以上会比较好哦，在龙队当中，虽然说我还没有练龙队了哈。这个也是 OK 啦，哎，这一张卡我这个账号还没有。Last door，Come on， 靠，金卡，好吧，这个以前大家梦寐以求的这个模样，哦，好，这个状况是属于 GG， 哦，没有抽到稀有，一张都没有，哦，所以也谢谢大家花时间看这个没抽到稀有的一个状况，好，哦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